叔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而且你一整天下来，我讲了五到十句话。哎叔，下班我请你吃饭。等我有空再通知你，拜拜。哎，叶叔，你相信命运吗？你就是想太多，顾虑太多了啦。那及时行乐，你知不知道？最富贵时尚的好戏，女力报道。